Hello weather fans, welcome back again to our channel, Wild Rift Pro Highlights. This channel is passionate to bring you the latest highlights of every Wild Rift tournament. Subscribe and be the first. And don't forget to smash that like button to help our Wild Rift friends to discover our channel. And if you wish to watch Wild Rift tournament highlights in the future, then this channel is right for you. Good luck and have fun. 格恩这个血量不舍得走呀，他不走就是死呀，不让他们进来。吹错，御姐切到之后，大招再回，哎，差一点点没炸死。这波失误很大。哎呦，逼得太难受了，就是不让回，就是不让回。哎，大招炸，直接炸，炸完之后开始血无双挑战。SM1最后一刻，最满的一个情况下，要反杀了，被刺客直接被反杀了，现在拿到了一滴血。 还能跟吗？这个时候来了呀，大招能留吗？风神巨剑斩，再战空气，我的天呀！三代到死 ，TT 旗鼓难下了，无限扩大剑姬优势，一个爆破，反手直接对拼两个破绽，戳完劳特西拉挡住在开奈，还有一段大招，怎么说？哎呦，四指缠流一开，反手捡死，被杀了呀！漂亮，但是正面的话，这一波呀还敢硬打吗？进来强抢，酒桶一炸。 炸回来了苏明友，这一波加条又被秒了。来看龙是谁的，永恩进攻了，第四个大招，对龙释放，终于有成果了。苍穹巨猿上来，周周一个人打两个，闪现持过来，再进一个暗之禁锢定住了，飞找到了周周的位置，冷酷滑步上来，再往后走，但是这波走不掉了呀。那一刻他的选择呀，坚定不移，到底是救队友还是拿人头？他坚定的选择很难。 那反手TT直接选择要开了，小蝶闪现过来留了一手，但是有灰盾的一个情况下，毙掉了威卡普的一个闪现，反手风尘绝剑斩进来 ，SMY 直接倒地了，但是卢仙进场了呀，伤害光芒配合队友，先下酒桶，后续继续滑步追击，准备捡，只剩下杰斯和贝刺客，两个人是留不下 TT 这波影刃簇射出手的瞬间，打一个空档就冲上来了。贝影刺客的剑姬还是够老。那第三条的一个水龙啊，刚才这波的话，其实我在想有没有反身冲了空间，只能说是卡尔玛这个大招吧。其实第一时间逼退对方也是挺关键的。永恩已经四剑套加一个近身了，炸回两个风神绝剑斩给完之后，直接毙掉两个近身。卡尔玛已经倒地了，落地的 SMY 蓄了一个嘲讽，这波能嘲讽到吗？但是现在策略当中，杰斯直接将瑞文给收下来，只剩 SMY 了和一个近身之后，周周是瞬间倒地 ，WBG 摧枯拉朽的团战。是的，只剩格温了呀，现在。 两路兵线都在逐渐靠过来，消除可以一波的。劳德西拉挡到闪现过来，还有极地伤害，但是只剩格温情况下，有一个小炮车，而且第二波兵线又快到了，冲出来响亲逼天，但是凯奈，独木难支啊！让我们恭喜 WBG，拿下了BO5的第一局的胜利啊！这一局游戏确实他们在一个边带线上给足了压力，以及各个选手的操作是武器要高，但是武器打团强的，这就要这么做。哎呦呦呦呦，卡莎来了呀！ 前两天的时候 ，OC 的小雨是玩过卡莎，进化两个技能的那种出法。对，物理会多一些，而且这样的进化会更加直接。锁定命中，闪现过来，直接睡住。最后一下打到利亚拿到一个一血，但是大面开出来的一个剑魔还在追。小杰掉下的技能没有办法转好，被打出一个电浆。哎呦，我们的位置如果真能等到，这一把下路也裂了，小龙也不能低。时空锁定命中了，交了位移裂，从本能加一卡下暴雨，周周倒下了。 这SMY感觉也走不了啊！哎，还能走吗？闪现勾又拉了回来，闪闪现艾卡下暴雨，所以这波能顶上来，先手动吗？想秒一手 wake up 是没闪的，最后一下大面刷新。
拿到这个人头，这波有没有压的可能性？哎呀，清线太快了呀，是有点晚啊，这再过勾到周周了，直接给大招虚空锁敌，再次命中电枪打爆了。要不要大招进？野兽本能冲进来，但是艾卡先锋雨差一点点，但是莉莉亚跟了上来。是还在秀睡住了，大灭开出来，但这一波没有办法把维卡给收掉，刷新这个。采访的时候有说过，哎，我最喜欢玩这种能多套技能打出来，身板又硬的英雄。呀，这一波有机会吗？是泰坦呀，四人激活要杀泰坦，有金身。他把队友拷回来说别卖，那莉莉亚到了，反手唱起夜蓝瑶，定到的是一个剑魔流，锦黄木是没有踩到的，开袋已经过来了，闪现盖住莉莉亚，莉莉亚已经没有了大招，周周闪现过来跟了一点伤害，但反手就被艾卡西亚暴雨配合反击风暴给收掉了，已经势如破竹了呀，这波人头可能还是要有卡山收下来吗？没有让，但是没有挂，而且剑魔这一波无路可逃，怎么办？要顶塔了，直接来反向逃跑，只要不吃这一套技能就没有任何的关系，贝斯科是不会被换掉的。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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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分多8500的经济差，这把其实悬念已经不大了。就我刚刚讲过，那一波团其实对于 TT 而言是最好的一波机会。一闪进来，周周被夜蓝摇了，但交了一个闪现之后，反手猎手本能直接飞到了你的一个脸上。周周已经倒了，要杀卡莎，青钢已经来了，卡莎太肉了，做只能做出武器，武器还有宗师之威完全打不动。带着一个峡谷先锋，甚至有可能要尝试一波了，怎么办呀？没办法了呀，先锋这个时候再撞出来，高地已破，没有选择去一波，12分。顶闪嘲讽找武器，侧面对方四人无人管，位置太深要被包了呀。但这一波又是 WBG 的一个反包，为他们顶在了最前面，凡奈特意做了一个消耗，卡莎还在找机会撤出来了，但是剑魔被留住，大灭先开出来，英雄队长做了一个隔断，卡莎靠过来还在等，还在等正面输出，完全无法威胁到对方的后排。金身交完，夜蓝瑶睡到了三个人，体力直播团战可能会炸。猎手本能先突到一个后排，但身上有个虚弱，用一个金身躲避掉了致命伤害，再一个钩子勾到周周 ，TT 被团灭了。而且随着这一波被击败之后啊，中路兵线已经到了复活时间最快的还有25秒，来不及了呀！2分钟之后，在高地塔被破 ，WBG 已经要实现对 TT 的一波了。14分钟啊，非常快的一场速战。WBG 已经拿到了赛点，没错，14分32秒。让我们恭喜 WBG， 这一把的经济差在最后一刻来到了进攻节奏。阿卡丽，哦，那还是背影刺客的阿卡丽，你放出来我就拿到了。对，刚才也是给大家聊过，背影刺客的阿卡丽也是嘛。哎，顶闪闪果然是这样，光之禁锢还极限距离给到了，是反身停回来，肉弹冲击再一弹，小神有炸弹吗？再来一发平 A 带走了，吉格斯先拔头筹，这一把游戏是要么走就同步走，一旦有一方劣势一点就不可能走了。炸回来，但是反手 wake up 直接将其定住，反侧翼杀出来，隐身宿舍二段空掉，但还有三段大街在手里面，捡到了 SMY， 大到天空震飞到了两个，后仰跳到来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在地狱火炮炸炸到两个，还打断了 wake up 要走了，突袭收掉加流 ，TT 的配合，漂亮漂亮，哎呦，哇，这把游戏下半区的这个对抗性是给 WBG 给拉满了。哎，飞想过来收，哇，调整一个角度，那这波是必死。大招，哇，好不吉祥，很多时候结果是不好的。风尘云夜斩吹到了有破剑者的一个杰斯，想精灵去换一下 SMY， 但是锤是锤到了一个周周的身上，还错一些，是换不掉了，漂亮。上路这波还想动手，但是猴子这波是先动的，塔线还能换吗？飞神先出来，是有扫描的，锁定位置了，红 buff 烫，前期。正面这个点呀，先锋还是微博先动了起来，但是对方这把阵容你先动手给机会的呀，加料已经是被半血了。对，这把 TT 前期可是有优势的，你不能帮着来。阿卡丽侠阵也交了，英雄登场也被逼出来了，后续能留人吗？就是要硬操作你。猴子被秒了，拉克斯收下人头，那先锋接下来的话会进入一个微博的进攻阶段。
这就是 WBG 不合理不讲道理的一个进攻，嘲讽住了，回人还想杀人吗？但是被地点爆破炸开了酒桶，大招天心三花配合队友再斩对方辅助，贝特来了，有侠阵，但是一个战术很早将其收下，钩索过来找一下凡的位置，凡最后一刻是把这个峡谷先锋收下，但自己应该是走不掉，还想换，差一丝血酒桶活了下来，但是这波虽然微博又拿下了先锋，但这两波打下想强留周周，周周被逼，但是这样的话还要回到原位，飞在等你，打断你的风，再三下平 A 交闪现，第三下炮，再一炮又平大招位的，但是小杰的位置怎么办呀？啊，有分身能过墙，过墙，但这个龙怎么说呢？还有爆炸果实还能再下去，酒桶先看视野下去了。再分身过来想抢，但是这一波抢的话还能回来吗？是有闪现的红灯，要下了，下来之后能抢到吗？但自己瞬间是被秒掉了，反而是杰斯拿到了这条龙。但是青钢引来人后了，青钢的弹性能是非常强的，阿卡丽一丝血被金俊里要踢死了。反手战术很早再给到开奈，在人群当中闪转腾挪。是的，这一把耐心的等一下周周的发育。反手周周先开，队友已经全到了，但这波应该是留不住了呀，杰斯锤上来可能会被留住了。这波飞是不能苍穹之月上前的呀，一波能过下来，地狱火炮直接将杰斯给炸死。嗯，齐哥空防咋回事？小鹿又要动手吗？哎，周周没回来，这一波被刺客盯准了，没有拦的吉格斯，但是 SMY 比较肉，嗯，而且虚弱给的非常。现在这个节点毕竟是有祭坛视野的，不用太着急。嘲讽到了，但反手顶是没顶到，起步闪现，闪现过来，赵根势如破竹了呀。风又来了，格温了，但是反手周周定到了格温吗？没有，格温是一个安全输出的位置，英雄自然落下来，格温在侧翼中先捡一个酒桶，而且一个顶过来，直接逼到了萨摩耶的一个金身，凯奈进来了，但是格温还是一个满状态，正面过来二段的表里杀了，配合格温可以收拾残局，凯奈也走不掉，背影刺客加上凡上野双双发力，还要来还要来，再等下一个损武反向一跳，再跟寒影先开屏障防止反杀，二段寒影潜龙影收尾，势如破竹。这就是 WBG 的操作，解说不会打的团 WBG 教你打。哇，是的，对，现在是水龙地形草比较多，所以 TT 选择是拉到草周围，让你摸不清我的视野到底人在哪儿。对于 TT 而言，这一波也是要 all in 了，大招炸过来，炸的效果很差，九龙可能瞬间要被秒掉了，被影刺已经杀到一个后排，被青钢影给盖住了，拉克斯把这条龙给拿了下来，要撤退了，猴子交了一个闪现，能走所有人都能走，有五个全走了，但是这一波的话永恩被禁锢住了，还要来一剑斩邪，一剑诛魔，风神绝剑斩进场秒掉拉克斯，但是反手要被 WBG 的人给追了，白银一打二钩索踢断，这一波格温是有点拖大了，自己交了一个金身，陈在压一个起身没有压到自己的位置，太危险了，但最后还是被他给收下，给一个战士都在骗呀，肉弹冲击顶了出来，连空两人弹血都没有阵亡，钩索出来顶住了肉弹冲击，再连住杰斯倒了， TT 就把节奏扳了回来，这波周周也是强行想去换，又动手了，刀一来留住了，但是对方杜朗护盾反身一顶禁锢，这一波逼到周周闪现，但是有点燃开始屏障，但是有人来绕后了，阿卡丽一场被猴子转了起来，二段大过来被金身给躲掉了，但是杰斯也已经到场，正面格温已经快要收完了，小杰倒下只剩下猫九，猫九也走不掉， SMY 被减速流到， SMY 能走吗？周周在等一个加农炮，伤害差了点点，但是峡谷先锋放出来，正面的团战 WBG 仍然是大获全胜啊。是啊，这一波打完的话要尝试转大龙了吧，大龙要逼团了，作为辅助的 SMY 能做到什么呢？是啊，瞬间的攻防转换就是这么快啊，背影刺客已经单人带家了，再撞一头，哎哎被集体拆了， SMY 过来一手三，这波大龙 WBG 有点动不了了，金身规避，拉克斯大招闪现在躲，反身一顶又杀格温，差一点点再来一桶，他太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苏明友真是尽力了，对吧？今天的对局 ，TT SMY 说我没输，对，视野也被排干净了呀。要秒吗？来了 ，SMY 有点支撑不住了，又是被刺客进场的一个单切 ，TT 已经再往后拉了，但是酒桶的一个阵亡导致他们现在还是有个人数。哦，又卡住了，大招一根满血基格斯被拉克斯两个技能秒掉了， TT 甚至连五五一个见面的机会都 WBG 都没有给到他们。是的，这一场迟的拉克斯又是
视角所到，然后再利用一个视野的一个盲区过来，背影刺客卡住两个人，现在一个人独过五中央，周周被秒了，加料上来一嘲讽，小杰的猴子只能是闪现过墙，但是被杰斯跟上了。同一时间格温进场再出来引人宿舍，配合杰斯完全拦住了，兵败如山倒。现在的 TT 只剩了猫九一个人，但仍然是被杰斯给收下，要带着超级兵强行来点你的水晶了。是啊，这一场 TT 优势了一场的情况下，终究是两波团战没有打过 WBG， 都让我们恭喜 WBG 3-0战胜 TT。